那五一同台会彼此加分吗？所以我想也不用了，私教归私教，你知道哦，这样就好了啦。韩国瑜昨天有说，就是说他希望你可以到高雄来帮他加油，他找你，你会去吗？找我会不会去哦？看看啦、啊，我到现在好像有一个高雄有一个演讲啊，我看到再讲吧。有没有想说韩国瑜为什么找你，然后没有找丁守中？哎呦，你不要问这么难的题目好不好？不，我跟韩国瑜其实私交不错的，我还去过他家，对吧？五一同台会彼此加分吗？所以我想也不用了，私交归私交，你知道哦，这样就好了啦。